Hola, buenos días. 我是仙仙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敷面膜，然后呢，就是要进行我们的每日公式咯，就是边敷面膜边做运动，哈哈。我是仙仙，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起床，敷面膜、喝咖啡、跳绳，然后呢就跟彩玲姐排舞。现在呢，我跟思思正在准备出门，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天母买东西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呢在政治大学有一场分享。可是这个分享是因为是有我妈妈的再婚马德里的纪录片呢，导演就邀请我过去，就是跟大学生分享一下。所以今天思思跟我呢，我们今天就是会着装打扮出门。出发去台北！哇！这个是导演，在《马德里》的导演，谢谢导演，多多指教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睡觉。好，就真的这样睡，如果没有多宝，就。